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、哦，江流啊哈，江流啊跟什么呢？跟这个氧啊哈，跟氧的话哈，放在呢密闭容器中了哈，如这个图了啊。那这个图的话，黑色的代表硫，啊，白色代表氧啊。好，硫和氧会进行这样的反应啊。反应后哈，此密闭容器中的这个残物啊，这个是密闭容器啊。反应完以后的话哈，它的残物呢会变成什么样子哈？就是一个硫，啊跟呢两个氧原子，就是一个氧分子，一个硫原子。跟一个氧分子会形成一个二氧化硫分子，所以它最后会变成什么呢？它这个只会用两个硫了，啊，其他这两个硫保留，啊，它会跟它结合，我会变成这样子，这个会有两个了，哦，会有两个，啊，剩下的话呢，两个呢，这个硫没有起反应了，应该这样子。所以应该要选哪一个哈？就是呢，这个应该要选 D 啦。哦，两个呢，这个二氧化硫嘛，啊跟两个呢硫原子，应该要选 D。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 啊。